贩卖低级毒品是何其重大的犯罪，要减刑再减刑。警抓反 face 议题，以贩卖一级毒品刑期为例，侯友宜继续每日一问，赖清德反击不懂侯市长的逻辑到底在哪里？台湾现行仍然有死刑制度，哎，三个总统候选人没有一个提出 face 的政见，我是不知道侯友宜为什么一直在炒作这个议题。赖清德要接棒蔡英文的路，尤其民进党的党纲朝 face 的路在走，反对 face， 我要给被害人的公平正义找回来。2009年3月，立法院通过《两公约施行法》，保障人权；而在同年5月，由前总统马英九签署批准。侯友宜喊出依法程序完备就即刻执行死刑，还找来亲姐姐在多年前遇害的北市议员王欣宜，大动作召开记者会，替两名被害者家属念公开信。他说：“身为被害人及其家属，我们要的很简单，公平正义。”严刑重罚，杀人偿命。全战倒数，蓝营主攻 face 议题一整天都猛打，但尴尬的是，王欣宜上午陪侯友宜到大安区抢票，主帅当场签下实现正义公约，找来才发表声明的永康商圈理事长力挺，但他在意的却是这件事。侯友宜当选总统以后，千万不要再兼任党主席，想要理事长背书，偏偏放错重点，场面一度尴尬。选战倒数，侯友宜主轴反 face， 赖清德踩稳政府立场，各自主导议题，不让对手占上风。三重黄金。